大家好，我是叶若明，欢迎回来角斗士公会经理。那么我们的版本好像有做了一个大更新，对，在 Steam 平台上面发布了一篇全部都是英文的更新，对，上面写的重大更新，所以大家如果看得懂英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那我这边因为我看不懂英文，所以我大概看了图示，好像是多了什么新的模式吧。对，这个就再看看咯。再看看吧。嘿，就是什么类似淘汰赛吧。不知道那是线上的淘汰赛还是新增到我们的游戏里面的淘汰赛。对，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一种淘汰赛的新的游戏方式吧。对，那种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对，反正目前就是先照着原本的玩吧，如果有什么更新遇到的话，我们再去做挑战等等之类的事情。对，再说好吧。哦，这个不错哎，敏捷再加杀死敌人后伤害更高。不过我们的狗狗也不错。啊，风骑士，还要等他风骑士。
We found the cave they are coming from. Although, it is protected by an undead yeti. Found the cave they are coming from. Go. Oh, 狗狗，不要，不要打我的狗，它快死了。可以。Excellent fighting. Now let's see what will come from the cave. Some of my...
I'd guess that my old friend High Necromancer put him here. Perhaps one of his best spellcasters. Unfortunately, I have no evidence, much to my disdain. So I appear incompetent of protecting the town. Blame the undead on me, of course.来，各位，我们首度私人展，也就是魔兽的一个 team 的概念。对，没错，也就是魔兽一个 team 的概念。所以我们就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对，我把死灵法师换掉。对，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这边全部都是不死族。那如果不死族的话，是不无法被。复活的，对，他们自有天生记忆，这个战斗中无法被复活，死灵，我们就开始吧，来，有劲，行不行呢 ？No problem， 死人团队。And start the torture interrogation until he admits that this is High Necromancer's doing. 错。哎 ，OK， 那么首度私人展哦，就是一个魔兽 team 的概念。对，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啊？我是觉得，好久没有看到，就是这种感觉，一个 team 的感觉，对。好了，没什么了，其实就是觉得，感觉不错。结果他又死去了。没事没事，好，是没事。哦，我靠！他一个榴弹直接把我的直接干掉，对。对，他一发榴弹近距离直接把我的那个部队全部干掉。打不赢了，应该说这一场会直接平局。对，因为他们打不赢我，我们也打不赢啊。我们的 damage 全灭。又砍死一只了，
哇，这是什么？进化者。圣光之力。一场就好了，一场就好了，打不赢，打不赢，后面的硬邦邦，靠不动，靠不动，对，靠不动。啊，会不会被干掉呢？哦，我觉得有可能哦。没问题，他们伤害不够高啊。他们伤害如果再高一点的话，我们的兽人就直接去了。对，就会直接去了，还好还好。逼十多对少，还先欺负一只的。我靠，这欺负一只也不好欺负呢，这很痛呢。希望扛得住。二只哦 ，OK， 没问题。哦，危险啊！这个他的一剑的那个伤害都很高啊，所以真的很危险。我决定点两点体力了，对，我把它稍微再改一下好了，不然哇太危险了啦，各位，对，太危险了，太危险。对啊，死了就没有 damage 了，各位。我们装备可以不用加血加攻击，可是我们基本的体力耐力都还是要有一丢丢啦。哦，进化者，这攻击能冲哦，这个不错哦，这不错。啊，这烟滚这
你是属于什么？远程墙大法师，进化者，买了。他是 damage 啊，看一下他的 damage。自立型的，兵还是要看一下哦，用兵还是要看一下的。虐起来，当然是希望是真的虐起来啊！有问题，开展四秒无敌的盾，这其实蛮厉害的呢。对，你虽然说只有开展四秒而已，你懂吗？虽然说只有开展四秒，可是它四秒内是无敌的。有好，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对，我觉得有好有坏。对，没有说到100%，可是。不错，还勉强 OK。对，我觉得那个不错，就是在特定的状况下，就是像那种开场就会爆发的，那种黏很近啊，你必须开场跟他硬碰硬的那种战斗的话，是可以用的。我觉得是可以用的。这一只是可以拿来打竞技场的，单挑竞技场，对，单挑的竞技场。Some of my 钱不够了，所以等一下吧，各位。
some of Big 不错哦，对，这一支不错，是目前没 Coco， 嗯 ，Coco 不够，它要1800，也钱，对啊，几百多块，monstrosity jumps out of the shadows here in Deadwoods. 男爵夫人，你在这边挖矿，他当然跑出来咬你了。哎，七个，哦，近战攻击，远距离攻，刀放小，这也是有点硬哦，对。哇！这只狗，哇操！狗被秒杀！哇，等一下，他也太强了吧！啊！这蜘蛛好强哦！扣钱，一秒后将。忠诚的火霸，无敌盾。等一下吧，哎，打打看。哇哇哇哇！我后排被切爆啊！对，我的后排被狗切爆了，我的后排被狗切爆了，真的是有一丢丢的麻烦啊！六。算机会渺茫，不过试试看吧。
A 弹应该就极限了，对。可以啦，这一仗还打得赢，下一仗就真的没办法了。对，人数不够了，我只剩五个。对，只剩五个而已。啊，算了。就这样吧，这样子也够本了啦，慢慢来，慢慢来啊，毕竟难度是有被提升的。Horned beasts from the Hollow Mountain have overpopulated in recent years. It's time to get hunting. Are your gladiators up for the challenge? No.But in large numbers, they can cause problems. Not 所有的委托我就一定会接，好不好？不是所有的委托我都一定会接的。等一下吧，
some of my...别，要争霸赛了，不打。哇！不错。超硬的啦，大家讲超级硬。哇 ，Victory！ 哦，不错。战还要硬啊，
还行还行还行。没有机会呢，有一点困难。虽然说有一点困难，我就是冲啊！赢了。最后一战了，最后一役了，究竟能不能赢呢？赢了，赢了吧？哦，不过这四十级的很硬，没问题，赢了。下。趁现在有钱，3000多块。对，趁现在有Coco，赶紧再看一次有没有要买的。我在想要不要换，对，因为毕竟增加40的耐力其实不错，你知道吗？因为恢复速度变快，其实并没有不好，对，并没有不好，觉得不错。但今天只加40%，加20%也不错。对，就是等级会比较优越。可是换好了，别，我们等双两个那个好了，等两个，就是如果他有触发两变成是两个的那个的话，再说好了。两个天赋，然后两个天赋都是我要的。Congratulations, lad! You finished the last championship arena.You can continue playing if you want to finish up some quests or replay some arenas. But once you're done with this run, let me know. Hey, after finishing the final championship, give it another go. Available gladiators, quirks, and some items will be randomized, so it's a different challenge each time.Sure. Hey, tell them to add a send gold to Slynn button, you know, somewhere. All right. But asking your favorite YouTubers or streamers to play this game would be an enormous help. Mom, share the game with friends on social media and spread the word.自动打开一个网页，哦。
恭喜你，年轻人，你完成了最后一个争霸霸赛竞技场。如果你想完成剩余的任务的话，或重新玩一些竞技场，你可以继续玩下去。但你要是玩够这一周目，哦，所以有可能这一周目就是直接做个 ending 也说不定。对，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做个 ending。对，哦，有可能哦。不过我们任务先完成吧。对啊，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呢。看起来他的意思是我们争霸赛已经都完成了，可是如果要玩任务的部分还可以再继续啦。对，看起来就是还可以再继续。对，那跟他玩的话，对，可是任务的话还可以，对，所以这有可能就是重新一个周目，就是从头再玩过，就是可能玩别的阵营啊等等之类的。如果是的话，要重新一个周末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都对我来说了，好吧？对，那重新一个周末的话，当然就会往别的阵营。我们先再挑战一次看看。赢了，比多利。I do not know where you find these gladiators. They are miracle workers. Thank you, Guild Owner. This was a huge undertaking. 哦，全部的，对，目前是第一周目，应该是算快完成了。对，不过我们男爵夫人的任务再看看好不好？我们先再看看男爵夫人的任务到底是到什么底、什么程度。对，那如果他的主线任务完成的话，那我就这一周目就先结束，好不好？
Some of my guards are interested.今天最后一集，来订购机啊！问题，可以今天这一集到这吧？对啊，今天这一集到这吧。嗯，那么我们对，今天这一集到这吧。谢谢大家观看，那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加订阅。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叫秀王，那我们就下期见吧，大家啵啵。